Can you hear the drum?欢迎收看《不止游戏》第31期，我是乔伊。本期我们要讲述的是《战地一》以沙皇之名 DLC 武器载具的 bug。 在这次 DLC 更新前曝光的俄军侦察兵女性角色曾引起玩家的热议，这便是历史上一战俄军的女子敢死营。玛利亚·波卡列娃是一名26岁的普通农家妇女。1914年一战爆发后，波卡列娃跟随丈夫参军，当时俄军禁止女性入伍，波卡列娃亲自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信，获得了特批，在数年的征战中表现出色，得到多次嘉奖。但在1917年2月革命后，许多士兵因革命溃败军心涣散，波卡列娃向上级请示成立一支女子军团。上级冷静分析一波后，认为这支军团成立后有极大的宣传价值，于是有2000妇女自愿加入女子敢死营。这些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女性最终在艰苦的训练下，只有300多人留了下来。虽然这种战争中的创新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实际的作战中收效甚微，并且伤亡惨重。女子敢死营只是成为了俄国的宣传工具，同时战争中的男兵对于女子敢死营的歧视让他们很受气馁。十月革命红军掌权后，女子敢死营便被解散。波卡列娃在内战中选择了站在白军这边，并成立了一支新的女子军团。最终的结局是她在1920年后被红军俘虏枪决，但她所建立的女子军团这种概念并未消失。在二战爆发后，仅有80万女性加入了苏联红军，并在战争中有着卓越的表现。波卡列娃也成为了游戏中莫辛纳甘橙色皮肤的名字。这是游戏中新更新的骑兵兵种，就是手持半截甘蔗的票骑兵。在一战时期，俄罗斯的票骑兵是指精锐的轻骑兵，这些票骑兵由许多追寻荣耀和名声的上层阶级和贵族自愿加入组成，因此那时的票骑兵依然秉承了中世纪的骑士传统，利用长枪和军刀发起攻击。一战爆发后，票骑兵通常先于大部队进行侦察，同时也会利用卡宾枪和左轮手枪进行小规模的骚扰袭击。因此在游戏中的票骑兵和现实中一样，切忌正面与敌军交火，预言敌人像这样突然发起攻击，或者从侧面利用机动优势进行骚扰和偷袭。票骑兵按住右键可以发起枪支冲锋，是本次更新中的一大乐趣之一。不过就是判定有一点迷，能不能刺中人变成了可遇不可求的事。然而这是出色的精锐骑兵，也同样在革命后被解散了。但注意，很多人把这次更新的票骑兵理解为哥萨克骑兵。虽然一战中哥萨克骑兵同样效命于沙皇为俄国征战，但是游戏中的票骑兵与哥萨克骑兵还是有所区别。哥萨克指的是生活在东欧大草原的斯拉夫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组成的游牧社群。哥萨克骑兵在冷兵器时代一直是非常强大的存在。相比在革命后被解散的票骑兵，哥萨克骑兵参与了俄国从18世纪到二战所有的战役，为俄国开疆拓土立下了赫赫战功。直到二战结束后，辉煌了400年的哥萨克骑兵才逐渐走出历史的舞台。伊利亚·穆洛梅茨重型轰炸机。伊利亚穆洛维茨是最早流传在古俄罗斯戈雅中的大地守护者，而伊利亚穆洛维茨重型轰炸机则是世界上第一种四发战略轰炸机和第一种封闭式的座舱飞机。其战机的设计者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希克斯基则是航空界的天才，他解决了当时飞机多发发动机的问题，使得俄国在飞机的研制上大幅领先其他还在用单发发动机飞机的国家。由于使用了多发发动机，飞机可以做得很大，这种还能在机舱中装置暖气，最多能搭载12人的飞机和那些土狗飞机相比简直天壤之别。同时能装配数门机枪以及护甲，使得飞机的自保能力特别强，如同一战的空中炮艇。而其发明者希克斯基在革命后逃往美国，成立了希克斯基飞行制造公司，大名鼎鼎的黑鹰直升机也是这家公司后来的杰作。在一战中，俄国共制造了73架伊利亚穆洛维茨重型轰炸机，仅只有一架被德军击落，出动了422次任务，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游戏中的伊利亚穆洛维茨重型轰炸机有着极其出色的防御能力，其中的四号位可以让一名玩家携带修理工具进行激烈维修，致使轰炸机如果没有被激活的情况下基本上不可能被击落。同时穆勒梅茨可以选择携带侦察相机瞬间标记一大片敌人，也可以空投弹药补给和携带快速维修三种不同的型号，加上尾部机枪和本身较厚的血量，
受那些土狗战斗机摇尾，无非是咨询思路。唯独轰炸机杀手型号的战斗机还能构成一些威胁，但如果莫洛维持在四人开黑配合良好的情况下，无疑将成为本局游戏中的第二巨兽。莫洛每次的出现并非强在本身其出色的数字，而在于它作为世界第一种战略轰炸机所带来的轰炸机战术、群体空袭、远距离战略轰炸等概念，使得战争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变。普利多夫加夫的装甲车作为本次更新中的一款新型突击装甲车，其火力在战斗中有着出色的表现，但其蹩脚的操作模式玩多了有一种脖子疼的感觉。一战之前，俄国就没有重视装甲车这个东西，只有一位叫米哈伊尔·拉卡西泽的亲王对这种军用车辆有着浓厚的兴趣。不过他研制测试的原型装甲车还没有搞成熟之前就被一场刺杀爆炸给炸死了，以至于之后好一段时间装甲车的发展在俄国几乎停滞不前，直到一战爆发。虽然那个时候的装甲车看起来很简陋，但这种铁皮装机枪的卡车能有效地压制骑兵和步兵，这时的俄国才如梦初醒。然而装甲车的发展在国内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最后迫不得已只得从一款美制的加夫的卡车上面把底盘扒下来做装甲车的底盘。毕竟是改装车辆，加上技术也不成熟，最后做出来的炮台只能安装在尾部，无法全方位的旋转，以至于一旦交火只得把装甲车调整至侧面和背面对敌。随着战争越来越激烈，俄军已经来不及做出更多的研制和调整，一跺脚干脆就这样吧。于是彼得格勒的普提多夫工厂负责改装和生产，两个名字一合便是普提多夫加夫的装甲车的名字来历。虽然炮台感觉装反了，但上面装的 76.2 毫米火炮和速顶机枪作为可移动的火力点在战争中依然迅猛。并在那时大量步兵拿着打一发拉一发的酸动步枪，突然前面来一辆加夫者甩出一个令人窒息的漂移，对着你们就开始扫射和开炮，显然是非常可怕的场景。只残有48辆的普利多夫加夫的装甲车在一战乃至内战中都是各方争夺的宠儿。在游戏中的驾驶员要同时控制驾驶位和火炮位，只要你能习惯其别扭的操作，普利多夫加夫者的表现依然不亚于一辆轻坦。本次在阿尔比更新的定点武器305海岸加农炮并没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从战舰上卸下来装在陆地上的，最大射程达20公里，每分钟可达 1.5 发，其巨大的口径能够有效遏制试图靠岸的敌方军舰。但在游戏中没有那么多船给你打，其糟糕的射界和位置致使这门火炮远处不好瞄，近处不好打，只能勉强的炸一炸步兵。以本次更新的 Y-Lighter 登陆舰，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登陆船，并没有什么特点。不过在游戏中唯一有亮点的则是靠岸后登陆舰会变成一个可重生的据点，因此对于俄军而言有着很大的威胁。同时其登陆舰上的机枪居然能变成克制俄军基洛夫空艇最有效的单位。本次更新的武器有大家十分期盼的莫辛纳干步枪，作为一代名枪与毛瑟、恩菲尔德、春田、勒贝尔等步枪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地位。两次大战总共炸出了3700万把莫辛纳干步枪，因此在一战的时候缺枪还说得过去，在二战就根本不缺。兵临城下中，两人共用一杆莫辛纳干把苏联黑得体无完肤。然而这次游戏中的莫辛纳干让人有一点失望，最主要的是拉枪栓时间过长，同时在回正的时候让狙击镜有轻微的晃动，致使瞄准的手感变得非常糟糕。与其他步枪相比，不但没有优点，反而缺点倒是不少。因此喜欢这把枪完全是出于信仰而非实战效果。同时侦察兵的另一把步枪维特利维塔利 M1870 这一类步枪最开始由瑞士军队在1869年到1889年使用，之后意大利也采用了该种步枪，然而把原版的11发管状弹仓的瑞士版本改成了单发的意大利版本。之后发现不用弹夹有一点傻，但由于自己又缺步枪舍不得换，于是自己又琢磨了下，装了一个4发的弹夹凑合着用。这批性能很平凡的步枪就如同你在游戏中解锁后玩一会儿就再也不会选它了一样，在现实中的情况也和游戏中一样，只要有更好的武器就会把维塔利 M1870 到处送人，以至于枪的性能虽然一般，但几经一手经历了诸多的战事。帕拉贝伦 MG14 这玩意儿原来是一战德国空军的机载机枪，主要用于空艇和飞机上的，总感觉像孤岛危机里面把这种载有机枪拽下来抱着打，只有在战争后期才有少量这种机枪用于地面单位，在游戏中不叫脚丫抖得不行。而另一把佩利诺 M1908 最早期意大利设计的机枪，这把新机枪性能出色，处于当时领先地位，结果意大利决定对其保密，竟然不准生产这种枪械，却从国外定制了一批性能劣质于佩利诺的菲亚特雷维利 M1914 机枪，结果开战后被奥军帝国揍了一顿，才匆忙开始生产佩利诺机枪。机枪的上弹很有意思，就像往盒子里面放饼干一样，同时射速、弹容、稳定性都非常不错，就是威力略微小了一点。除了莫辛纳干以外，大家最期待的伊廖宾的这把费德洛夫自动步枪，这把曾经我们在15期法军第二次武器测评中提到过的自动步枪，
由于使用的是日本油版步枪弹，并非使用的是中间型弹药，因此世界上第一把自动步枪的头衔被利比多罗 M1U18 抢走了。费多罗夫由于产量较少，到1924年总共才生产出3200把，苏联成立之后就一直没用了，直到1940年苏芬战争爆发，才将这些步枪发配于精锐部队之中。虽然费德罗夫在历史舞台上上场时间很短，但依然无法掩盖他是一把有着先进理念、划时代的突击步枪。费德罗夫在游戏中表现不错，让医疗兵的突击火力变得更加凶猛。不过另一把刘将军步枪则是让大家比较疑惑。没错，这就是中国的步枪，由汉阳兵工厂主管刘青云将军设计。这把刘将军步枪在当时还不错，但由于条件有限，许多配件自己造出来质量不行，直接从国外搞。由于时局混乱，再加上美国回来路上发生沉船意外，图纸和设备丢失，刘将军的儿子也不幸遇难，最后世上仅存10来把步枪。刘青云将军之后病死，而刘将军步枪也就此掩埋在历史的黄沙中。游戏中的刘将军步枪中规中矩，六发的弹容和中等的威力能凑合着用。另外就是突击兵的 Model 1900，可能我这样说你没有反应过来，我把名字给你换一个说法，文骑士的 M1900 你就心里有数了，就是一把双管线的枪。威力大，只有2发，和《绝地求生》里面的一枪倒一样，容错率较低，但那是求生，而这是战争，2发根本不够用。而还有一把枪很特别 ，SMG 马克沁冲锋枪，听名字就一种我操，马克沁还有冲锋枪啊！又是德军的黑科技，这是一战中最神秘的枪之一。将马克沁机枪缩短成冲锋枪，用的是帕拉菲人9毫米手枪弹，至今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这把枪，也不知道投放了多少把用于战争。目前仅存一把在俄罗斯的图拉州立大学做收藏。这把冲锋枪表现不错，子弹多稳定，就是伤害率会低了一点，但子弹多啊还稳定。不过我还是用我的子弹少还不稳的 M1918 壕沟战。另外其中更新的手枪辣杆钻的手枪作为游戏中目前为止最傻换弹方式的手枪，打败勒贝尔装 K 弹，目前位居第一。这把比利时人设计的7发左轮，1899年被俄国引进制造权，然后该左轮装备于军官和骑兵，军官用的是联动式，士兵用的是单动式，两者的区别可以去看看第20期麦克雷的左轮是怎么溜点的。由于使用的是气封式，再加上使用的是埋头弹，总之理解就是将手枪做成封闭式的，使激发后最大限度利用发射的气体压力。另外一把造型奇特的 Aubrey， 这次是我乱念的。 Aubrey 在俄语中意为切断的意思，只要你明白这个意思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将步枪枪管和枪托锯断，做成方便携带和隐藏的版本。至于设计精度，不存在的就是将步枪改成手枪。由于枪是锯断了，但子弹还是用的步枪弹，因此威力巨大却很难控制后坐力。游戏中是将一支莫辛大杆锯断，实际上 Aubrey 枪也并不只是其中一款，凡是这样改的都可以叫 Aubrey 枪。以及本次更新中另一大更新内容则是加入了自身技能，不过解锁这些技能需要好一段时间才行。好的，感谢收看本期的不止游戏，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击关注。下期我们将重返反恐一线，讲述彩虹6号围攻中的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好的，我是乔伊，我们下期再见。